Hello， 大家好。今日咧，我请到一个年轻妈咪啊，帮我哋做一个分享。等佢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 Ashley。我叫 Ashley 啦。你系做咩嘅？几多岁？我26岁。我系一个孤胎妈咪。幾多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OK， 你係點樣認識我哋依個阿羅拉 Pants 同埋成個 show 嘅？我家婆咯。因為我家婆著緊啦。So 就佢就成日同我講啦。就慢慢上 Facebook 睇下啦。以我所知 ，Ashley 啊，你一開始嘅時候你好抗拒我哋。依個阿羅拉 Pants 嘅喎，你係點樣由抗拒到接受嘅？因為我認為呢條褲一條褲唔會有咁好嘅效果，唔會有咁神奇嘅效果嘅。直到我家婆係腳痛問題啦，我家婆係胃痛、胃風，應該係胃風嘅問題啦。皮膚病。皮膚病、手啊，嗰啲手係爛啊，啲富貴手嘅問題啦。所以佢就著咗3個月，佢就其實著嘅期間，佢成日都同我講呢條褲有幾好，有幾好，我都係唔信嘅。直到3個月之後啦，佢嘅蜂窩組織冇咗 ，OK， 跟住佢嘅胃痛，佢係一痛就愛食止痛藥啊，趴住唔喐得嗰種嘅。佢著咗呢條褲就唔曉咁樣，唔曉痛咯，呢3個月都冇痛過啦。OK， 跟住佢個富貴手啦，成日都搽藥嘅，人哋講咩藥好，佢就買咩藥嘅。跟住佢就一著呢條褲啦，嗰個手好咗啦，真係好犀利。著褲連富貴手都好埋。同埋家婆都瘦咗嚇，腳瘦咗，皮膚好滑，佢個皮膚，佢個腳個皮膚好滑咗。所以唔信都信啦，嗬。OK， 到之後你而家著咗我哋嘅褲啦，著咗幾多個日？幾多日分享一下？我著咗，我禮拜攞嘅，今日係拜三、拜一、拜二、拜三，3日啦。三日，著咗3日。發生咗乜嘢變化喺你身上呢3日？哇！我瞓覺好瞓咗啦，瞓醒唔曉講，我仲係要瞓住響嗰種，唔敢而起身嗰種唔曉，我一起身就好精神噶啦。跟住我著咗，我嘅成個人好舒服啦，會出汗啦，成個人。跟住我有便秘問題嘅，我係要食快波嘅。我著咗第二日開始，我都有得去廁所，日日都有得去嘅。跟住我個經期其實係好靚嘅，總之一個禮拜5日啦，第一嚟拜5-9嗰種嘅，就係冇問題噶啦。我個子宮係冇問題噶啦。然之我著咗呢條褲之後，係咪我第二日我企起身有一大嚿血塊走出嚟啊！我好驚啊！我打俾做 Emma。做 N 同我講恭喜你啊！你將入邊垃圾嘅嘢排咗出嚟啊！就係咁樣咯。因為有時我哋嚟經期啊，我哋排唔乾淨嘅嘢喺裡面，但係而家你著咗呢條褲，因為血液循環好咗，所以佢排咗你裡面體內嘅垃圾嘢出嚟咯。OK， 之後你嘅仔點解啊？你買成個梳俾你仔食嘅？其實我個仔係leukemia patient啦，即是血癌啊 ，OK， 佢嘅ANC 係好重要啦。如果佢嘅ANC 即是抵抗力低嘅話啦，佢好容易會感染到細菌啊、發燒啊、感冒啊、傷風嘅。所以我睇到好多 sharing 講呢個鄭確蘇好好啦，因為其實我試咗好多產品噶啦，由 Amway 啦、Melaleuca 啦、Isumio 啦。陳燕啦，嗱嗱嗱啦，唔爭再試多一個啦。所以試咗呢個鄭確蘇，佢可以瞓好好，佢傷風好咗，傷風咳好咗，2個月咗噶啦，好咗啦已經。食咗鄭確蘇幾日啫，好咗啦已經，真係冇咗啦。最重要係你前幾日去幫你仔播啲出格，其實係做咩事？你係專登去播啲出格啦，定係？是咩事？嗰啲 check up 嘅？唔係啦，其實佢哋係有定期去做嗰個 blood count check 嘅，所以佢 count check 出嚟，佢嘅 ANC 好靚，佢嘅 ANC 係7.幾，所以係好高啦。醫生都恭喜我，所以佢而家係 maintain 係2個月驗血一敗咗噶啦。
原本是幾耐驗血一次，同埋原本點樣為係為止係高，點樣為止係低咧？平時你嗰、那個啊指數係幾高嘅？最高是二咯，最高是二。嗯，而家係七啦。從來冇試過。試過噶，未試過。真係好開心啊！真係之前講我個仔嘅抵抗力已經係受控制咗啦，可以放心啲啦。只是吃了四天、啊、是的是的、嗯、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啊、尤其是你仔的、吃了四天这个抵抗力指数提升了的时候，哇，我感动到好感动啊，因为你是一个由一开始是抗拒了这个产品三个月的，直到自己着埋再买埋成个梳给你的仔吃，而你仔是这个 血癌是不是、吃了之後有這樣的反應，好開心，好恭喜你，多謝。 Thank you、到現在你由開始的不相信到現在富又好整個所有好已經發生了在你身上短四日裡面的變化，你有什麼要跟還未相信和還質疑這條富或者這個公司的產品的人有什麼說？值得去相信這個公司的，真的，因為出面太多太多的直銷公司啦，雖然有啲驚啦，好似我咁樣啊，但係一試落去真係嘅效果會好驚訝，真係俾得嘅錢係值得嘅。多謝曬 Ashley， 多謝曬你今日咁寶貴嘅分享，自己嘅見證，多謝曬你，拜。